据报道，艺人陈乔恩继一月四日凌晨两点左右在台北忠孝东路因违规红灯右转遭拦截，经酒测后测得0.67明显酒驾，早上九点遭大安分局以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上午10:35与另10万元交保后传。陈乔恩在离去时说了对不起。陈乔恩去年九月回台为好友赵小乔当伴娘，去年年收入据悉高达台币8.3亿元。